主料：草鱼650克，辅料：姜15克，豆豉10克，盐、油10毫升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鱼洗净，去鳞，取中间部分用鱼蒸。把姜切碎，豆豉切碎并搅拌好。把搅拌好的姜、豆豉溶及盐撒到草鱼表面，并加入油，放入电饭锅内与饭一同煮。饭熟后，鱼也熟了，可以享用了。烹饪技巧：蒸鱼一定要放足够的姜，去除鱼腥的味道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